中的两人的关系，将话面看详细，才知爱你万千。要恋你的滴滴找啊找，想你到老也袂变。哎，多谢你哦。这里面哦，应该是我爸准备开业要用的物件。可以顺着西当关键开药，实在人好气。对啊，陆平阿姨，歹势，我拄只看你伫外口赏月，我敢有甲你叫了滴啊？哎，无啦，啊，拄好阮爸无伫咧厝，我会当伫外口看月娘，啊嘛想起遮济过去的代志。啥物代志啊？我想起哦，我少年的时阵有一届中秋节啊，啊，阮大家哦。就伫季良因家烤肉，迄个时阵的月娘哦，真正是我人生中看过上水、上光的月娘啊！卢平阿姨安尼认为，敢是因为迄个时阵的你，是人生上圆满的时阵啊？可能是哦，我少年的时阵感觉。得到的愈来愈多是幸福，哎呀，不过即卖误会啊，却感觉其实幸福是计较的愈来愈少。有时阵失去，无一定无好，你无得靠，是天公伯要另外给你礼物。安怎讲啊？你还够少年啦。也未体会到这款感觉。我真正无法度体会，我即马规心想的，拢是无想要失去。有心，你讲的是毋是成功的代志啊？阿姨哪会知影？其实迄天伫病院哦。我就感觉你甲春光两个人的感觉，敢那甲卡萨无啥同款啊！啊，你是不是？陆平阿姨，你是咩好朋友啊？我甲春光就是上话讲的好朋友尔。啊，我迄天伫咧病院遐尼艰苦，是因为我感觉伊的事情拢是因为我害伊的，所以我感觉歹势，我无白意思啊。拍摄，甲你叫以后，我先来等下吼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无细腻啊！哎呦，不要紧啊，是嘞，啊，不要紧。哎呀，我看你先去洗手间内底整理一下吼，啊，叫我来用的话，哦，不要紧，是嘞，不要紧啦，啊，洗手间底下，哦，不要呀。哦，好，哎，拍摄，喂。快！妈，中秋节快乐！多谢你哦，中秋节快乐！你哪会嘛这个时阵来啊？啊，你够期待人客啊？哦，你先坐啦，啊，先坐，来。成功，你看起来面色不啥好。敢那有心事诶？啊，就今日是中秋节啊！我看到迄天顶月亮啊，特别圆，特别光啦！我伫想着明月，较早我甲伊嘛伫咧做伙赏月。明月哦，是一个足大心诶囡仔，啊，就算讲伊已经离开啊。嘛，亲像天顶的月亮同款，一直甲咱看顾。伊
望大家拢幸福快乐，尤其是你。我，三哥，虽然我唔是你的亲生妈妈，也唔过我对你的关心哦，未必别人较少。我看会出来，你的心肝内有足侪怨言，对不？我，妈，你把酒家就来嘞。我拢活到这个岁数啊，看过遐尼多大风大浪，我看的代志当然嘛比别人较清楚啊。你有啥物心事哦，都尽量跟我讲，我会跟你斗相共。多谢妈，其实我是咧想离开老家的代志啊。总经理跟我讲啊。伊那样话是为着要陪衬权呢。第一心肝内，我的副参照啊，在你细汉的时阵，身躯变一只狗尔。这句话真让我足受伤的。我想问，感觉我心内足虚弥的。陈公，妈了解你的心情。杨哥，其实淑娟哦，就是个性较直接，你莫甲伊讲的话藏伫心肝内，阿妈莫怪伊。哎，我哪有啥物资格通怪伊啊？总裁甲总经理，因愿意领养我，阿华过这好的日子，我感激伊的爸父啊。只是。这是啥？你是不是无想要离开病院？是啦，讲正经的啊，离开病院这个代志，真我感觉就危险的。我已经惯习啊，逐天记着遐个同事，甲伊拍招呼。啊，即马我离开啊，我都袂当直直看到伊啦。你讲的同事是不是在讲佑心啊？妈，你哪会知我讲的是佑心啊？其实迄天哦，伫病院我都看出来，我感觉你对佑心，敢那不是同事尔。当然啦，我跟伊是好朋友啊。甘只是是好朋友尔，陈公，你老实甲妈讲，你对佑心到底是啥物款的感觉？一开始哦，我咧当作阮爸爸拢是好奇尔，互相了解，互相鼓励。不过后来，我发现我跟伊愈来愈有话讲啊，是一个足勇敢、我足善良的查某囡仔。逐摆我跟伊做伙时阵啊，我拢感觉足轻松嘛，足自在。我嘛发现哦，我若愈了解伊，就愈想要陪在伊身躯边。陪伊笑，陪伊耍，都是逐天陪伊就对啊。陈公，你是不是介意着佑心啊？是，我介意佑心。佑。佑心，你哪在这？我，
息啊。我知影，恁两个人拢是真体贴、真温暖的好囡仔，我嘛看会出来，恁两个人互相有好感。阿健阿奶哦，都莫浪费时间啊，好好啊把啊，好好珍惜恁两个人的缘分。我相信哦，你弟弟的明月，我一定就希望看到你得着伊哦。慢一点就好了。哒啦！今日甜甜店袂歹，应该下日考虑。这是你有哪准备啊？拢好。之前帮你准备的甜点，唔知是安怎，拢有一挂奇怪的原因用歹去。这届哦，总算你食到啊，较可惜的是，唔是我亲手做。哎，无紧啦，规日哦，以后我阁有足侪机会，当食你亲手做的蛋糕啊。都正好，我对阮妈讲的话，其实是……快些！啊，喂！啊，唔是，你看唔到啊？哦，嗯。不是，其实我对妈讲的话啊，是。吃吧。啊，人生短短啊，一挂代志哦，若唔要紧做，我得靠地面活啊。而且，我都已经确定我教伊你啊，那咧，较直接的。我没什么用啊。是啦，确实是没什么用好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什么时阵开始喜欢的？我喜欢我呀。应该是你当初啊，你帮我调查乌心米粉的代志，啊，你无顾家己安全，我就感觉你真正无共款啦。那你咧？应该是迄个。你把我关照我的前男友的时阵，就感觉你好像有一点点帅。啊？这
有一点点帅了啊。其实哦，你当初在育幼院在照顾遐弟弟妹妹的时阵啊，我感觉你是有耐心，就温柔的，就应该我来做。那时阵，你伫酒吧内底唱歌，落日歌神啊，嘛就引起我的注意的啊。我那是感觉艰苦的时阵啊，你拢会做一杯特调给我，而且你拢会安慰我、鼓励我，让我心内。感觉就温暖嘞。你嘛同款啊，在我遇到困难的时阵，不管是予院长夫人刁难，还是予幼珍欺负，因为在我的身躯边帮助我、替我讲话，唔感觉受着委屈，我嘛感觉你就温暖嘞。安尼讲起来，咱两个人已经做伙经历足侪代志啊。是啊，阿哥，咱以后一定会阁经过阁较侪代志。答应我一件代志，不管以后咱经过偌济代志，咱一定要把对方手牵条条，绝对袂使放。咱做伙打拼，互相鼓励，一定行到最后。我答应。阿姆哥，我想要先跟你讲一声实话。先做啊！咱两个今麦做伙啊，不要面对我妈，你以后一定受着足侪委屈，所以。啊，不紧啦。为着你啊，任何的委屈我都袂惊。我妈先跟你回去了，是的。有啥物啊？知影，我甲明月有一段过去。我有时阵啊，我甲卢平妈妈是甲其他的人，无说你提起伊。我真的无别个意思啊，所以我嘛希望你莫加想，阿妈莫见怪，好不好？其实这话你唔免讲，我拢了解。就是因为你真心的对明月付出，我才让你感动啊。嘛是因为明月，我才发到知影，你是全心全意去爱你所爱的人。
体谅啊。自从明月离开了后，我已经足久足久啊，无感受到爱一个人，搁红白我已经无啊。是你，让我重新搁感受到这份幸福。我嘛是。从今以后，你的烦恼我来承担，我的快乐你来分享。对，是咱的烦恼，咱这回承担；啊，那咱的快乐，咱就共同分享。以后。我会跟公弟讲话，只有咱两个人。好，只有咱两个人。是吼，要表现迄种霸气的模样，对不？你得爱想象讲，啊，有人下着你的车啦，所以你安怎拢袂当笑，安怎袂当笑？你若是笑得了吼，对方一百万来，伊俩我操，对我操，我操对，我操嘿对，喂，哦，水水水，啊，过来，你若是吼要表现迄种文青气息哦，这个较简单，你就是安怎拢袂当看见吼。啊！你迄眼神就会使看看云啊，看花啊，鼻花鼻花，即款眉啊上爱鼻花鼻花，啊，全都袂晓看镜头啊！哦，水水水水水，看我足水，就是安尼啦，我足简单个。啊，是无是无，我无想袂到你翕相遮尔有学问哦。对啊，伊遮纯真正有够够嘞，伊一张水呢。对啊对啊，哈，哇，这不过是摆 pose 尔嘛，像没晓啊，有啥物好学落呀？是啦，阮这外拍 model 嘛无啥物了不起的啊，阮干会晓吼，用 body language 无，啊，甲迄产品的共鸣啊，佮真善美吼，传达给大家。讲人话，听无啦？我的意思就是讲吼，参照你这款的，像罗比达的回着伊当。你这句话啥物意思啊？你是讲我是上面话？我哪有安尼讲啊？我是讲你是妈的宝贝千金呢，参照你的气质吼，罗比达哦，迄衫你穿起来哦，嘛足水的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就去到我房间来。床单、地毯、窗帘、柜拢摕去洗了清气。啊？文珍啊，洗这么多物件是要创啥？塔嫂，啊你做代志嘛较精工诶，要哪会当洗衫洗到我内衫拢互你洗到歹去啊？而且我规房间拢是跳蚤呢。跳蚤？我哪拢无感觉吧？我非得拢是跳蚤啦，妈！你刚临时看到你的宝贝查某囝甲孙捡跳蚤噶，像你阿妈讲死家的哦，我唔管呐，大嫂，马上去处理。你迄内衫歹去，可能是你乌白穿啊。啊，我再讲，你安怎证明讲哦，迄跳蚤是我带来？你哪会当证明哦？我就随去替你说。要怎证明啊？
简单，你哦，就先去抓一只跳蚤，然后去请一个宠物沟通师，甲伊问看卖这跳蚤，哎，谁是你的主人啊？谁带你来啊？安尼唔对因只。我跟公最后一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我知道你回来了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小妹啦，叫我今毛叫你阿妈，搁去替打扫房间，伊拢无会管我，我今毛我都有淡薄不爽快，头淡薄硬，人就不爽快，就不爽快，就不爽快。刘文正，爱是凭啥物叫你大嫂替你打房间搞些啥？你是无脚无手？还是没行为能力啊。哇，等小鬼在教示李文珍的时候，怎么变得这么 man？ 他在我们，他是新妇啊，本来就要做处理的工作啊。谁规定的？当时什么规定的？你，我没这样说哦。那这样就是你这个小哥规定的哦。你的母清楚哦，你家己嘛是老家新妇，照你安尼讲，你即马叫家顺做个代志，伊咪当叫你做。我甲你讲，我的太太是我娶来收的，伊是替你做牛做马，知无？我本来嘛是想讲，好大嫂是一个厝里的工课啊，让伊感觉到伊就是这间厝里的一份子。哼，不过我现在想想的，你两个根本就是假面夫妻啦，大毒妇，你赶紧搬回去你的高雄那住，你大家出来离婚当，我真看到这卖去了。这哪会行的啊？哎，因阿母今日暗宵在困做伙啊，啊前几工是恁哥工课上无闲，所以才无回来困的啦。干，干嘛呢？老公，老婆，你今仔足辛苦的，一定足忝的吼。我即马去替你捞烧水啦，啊，你好好好洗一下，该再当好困较好吼。好啊，多谢老婆。妈，那呢我甲嘉纯先去你休困啦。紧起来哈。跟阿母的感情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伊阿安怎睏啊？你睡眠床啦，我睡棚椅啦。哦。伊还不过，你已经睡棚椅睡几啊天，骨头敢会睡歪去啊？好啦，阿婆，我睡眠床啦。哦。唔对啦，你即马有心，哪会当睡棚椅啦？你过眠床了，来啊！伊阿唔过，跟我拢免困啦，免烦恼我啦，我凊彩拢会当困啦。哦。啊，你的小贝贝。坐下。这条是陪你浪迹天涯的小贝贝，袂当单嘛，袂当死。那有啦，啊，本来是想要单调啊，啊，不过就看伊过会当用啊，那想浪费啦。
你别歹势啦，吴小贝贝也无啥物啊，就我以后别个笑你是胆小鬼。多谢你今仔伫李文正面头前替我讲话。你今麦对我讲话这么客气，我真没关系。啊，是你有需要，我给你补一句。晚安。晚安。李文章，这什么声音？我妈！免假啊，我拢有看到啊。文章啊，我买这个泡浴是要给嘉纯坐，不是要给你睏的。你应该睏恁某边啊，妈。你若是搁继续甲我困这个胖虎姨，明仔我就甲伊提单掉，我讲会到做会到哦。嘉纯，阿文章暗时咧困哦，拢无咧乖点乖啦，一定稍微困一下呀。哦，唔要紧啦。啊，阿玲。嗯。哦，我困了啊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哦，嘉诚啊。我是要跟你讲，我袂敢咧开门啊啦。哦，呵，妈晚安。哦，妈晚安。晚安。我看我先困伫眠床好啊，等外口无动静，我才转去碰伊困。哦，你会当关电话不要紧？唔要紧啊。哎、欸，你有这习惯，是毋是细汉时阵，互我惊着迄个了后才变安尼啊？这毋是咧，你想想者，我来关电话。哎、欸，唔免关啦，要开咧困，我嘛会当关系。免姐，你即马有心啊，加休困，我无想要影响你。阿婆，开小夜灯啊。好。晚安。头一次甲无识的查甫人睏同一间房间，唔知影敢睏得去。想袂到我甲刘嘉纯最后竟然行到一步，啊！我看下暗了，我一定睏袂去啊。
好了，小姐客人两百块，今天卖你150就好了。这首《阿半世人》上台湾风啊！哇，欢迎啊，欢迎啊，欢迎啊，是素颜呢，欢迎来呢。阿兰工课真哩无用呢，你哪会带我出来放天灯啊？出来行行的。我的暗示是不是靠不着恶梦？小飞，多谢你啦！我一定哦会跟我加油，和你会当对我较放心。你免加油，你干那需要学晓安怎放轻松。其实我今仔日是想要替一个人祈福，啊，不过你对迄个人干那有淡薄感冒。所以你是为着要替郑群祈福，才出来放天灯的。你这人就是安尼啦，安处处替人设想。好啦，要若无你替郑群祈福，我替咱一家伙仔祈福，希望咱一家伙仔会当永远做伙，啊，你个冠天。给他平安健康。小飞，虽然我安尼讲，啊，不过我上大的愿望，是你永远拢莫想起过去。巧龙，你买天灯嘞？我去买。免啦，无去买啦，你直接等我。
顶有遐尼侪湿水哦，每一个拢足细的。看你穿甲遮水，一定是要甲男朋友约会吼。算是啦。那安尼，你着放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代表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那安尼，我着粉红色的，我要上大个哦。我先替你准备，等下你下来写愿望。好，谢谢。我伫天灯顶面写字，甲迄个天灯顶面写一模一样。唔对，我写的是证据，我写的是证据，让我守护你一生一世。郑权得过血癌，啊，怎么个复发？啊，要哪会得啦？哎，小飞，我跟你讲哦，那是无我的温准哦，你袂能够交往哦。妈，这届我无法度听你的话啊。郑权这么遐尼需要我的陪伴，我哪有可能离开伊啦？哥再讲，白血病也不是无法度医啊。我对郑权有信心，我已经决定。勇敢跟你做伙啊！我爱你，我袂阁放手啊！我袂阁想了我对你感情。我一定要实现我的愿望，我要让你幸福。你讲陈道明啊，是我一定要让你幸福。虽然你生了比我阁较悬，头壳嘛比我阁较翘。阿唔，你莫袂记得哦，我的身体是比你搁较健康的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，阿要甲你做伙幸福。郑群，我真正真正就爱你。几天你在哪个城市？我哪会当跟这么重要的事情放袂记？我哪会当袂记你要跟郑群做伙一切？我讲过，要跟郑群做伙一个，我唔讲我怎么跟你甲别人结婚啊？我特别拜托头家还包场的，你看，钱拢都拢无，是唔足浪漫的啊？啊，哥有啊，这手指我经常看就经常着哦。啊，不过演唱会的门票是我伫小飞遐找到的，这是我的 idea， 算是我的功劳哦。冰箱没有，真正最好笑。啊，所以大嫂，你拄只应该有甲阮哥讲 yes I do， 那呢，文员反悔啊哦。哎对吼，你拄只敢那无讲 yes I do， 敢那点头尔，就敢有遵守啊。Yes I do， 不管是即世人、后世人。外面的世界像天使子，这说话呢，这是我跟你要走。我们还有我们小小天堂。八四点零七三九三零零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数字哦是坐标，就是一啊，那你立刻坐标坐上。这25.1075940，可是你们接收在坐标？是啊，你有看麦是多的。恭喜高分啊！
算真海枯石烂，就算一地老天荒，还想爱就没遗憾，不遗憾。我怕明天的世界会变成怎样，你的柿子过量循环啦，我无法度查哦。我伊就讲，郑群是全世界上缘投、上温柔的查甫囝，我会当嫁予伊哦，真正会赚着。我那尼啊，遐幸福啊！白笑，我那会当袂给你再送我一次，我那会当袂给你。难怪可以把亲情爱过一切，我被打电话给妈，万一大事到底为什么被干呢？为什么你刚才那边跟我讲，我做家了，刚才你重新跟我，甚至介有劲啊？唔对。我那根本不是这个囡仔，那是郑群的囡仔，那是我跟郑群的囡仔。小贝，啊，你是安怎？你为什么不爱跟我讲？你为什么没问妈妈？你今麦是伫讲啥啦？我明明已经要跟郑群结婚啊！你为什么要对我做出遐尼残忍的代志？你拢想起来？对，我拢想起来，我想起来，郑群是我真心的想的啦！你为什么要来对抗我？你为什么要对我做这么残忍的代志？小芬，你较冷静点啦！郑群，阮大家拢当作郑群已经死啊！我甲你妈。为着别让你太过伤心，所以阮才有阮妈这件代志。谁知道最后，郑琼又活了。小飞，你千万不能为着这件代志，特别放手我呢。我跟你，还有冠廷，这是真正一家人。哪里郑琼呢？我是不可能放一个人的。现在你若是无法度把郑群当作大过去啊，即摆问题你身躯边的人是我呢，照顾冠廷为出事到即摆的人也是我呢。郑群永远拢无可能是一个过去，不管伊是死还是活，伊永远拢会伫遮，伊永远拢无可能会过去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放手啊？你本来就不应该欺骗我。你明明知影，我对你只有情人的感情。你明明知影，我爱郑群，爱到甘愿牺牲我自己的性命。郑群一点就把电火给，我都在看着你爸的天灯，一定要
要快点嫁回去，回去找伊。什么都是要看到伊。小飞，我拜托你别走好不好？我拜托你，别帮我一下好不好？放开！我不爱放，我若是放开，你这世人永远也袂回来。你敢放开？敢放开？敢放开！小飞。小飞，佳丽，你千万唔通出代志。阿兰婆，我要安怎跟你妈交代？虽然你是因为阮妈，你甲冠廷提掉，才甲讲遐白贼话，啊，不过你应该想了解我对郑权爱有偌深啊。阿你对我甲冠廷的付出，我全部拢感受得到。不过郑群还阁活咧，我管哪感谢你，嘛无可能帮郑群一个人啊。郑群，我今麦真正就想马上打电话给你。你跟我全部拢想起来，你小冠廷就是咱的囡仔。医生，我先生今麦怎搞错？今麦香菇有淡薄脆伤了。因为他脑部受到撞击有头骨骨折、出血现象。我拄只我正来做微创手术啊，加药物止血啊。只不过林先生较严重是目睭呢，可能视力会受到影响。目睭也拢会看袂着啊。这吼，我来进一步做检查。我先哦，先来三个会护士，你先去办理大医，确定哦，你再去普通病院看伊啊。多谢你。啊，喂。小飞，小飞，唐世锦，我是护理师。我太太人呢？伊伫倒位啊？伊去柜台帮你办理断伊的手术，应该等着就过来啊。是安怎？我爱包干你啊！哦，我目睭是安怎个？你目睭的状况今麦无啥好，所以先包起来。你的手尽量莫去卡掉。哎，我先离开啊！你大早休困。哦，你讲岳飞抓秦桧，哎，这哦是一个故事啦。完了，这岳飞哦是一个大鹏鸟转世，啊，这个秦桧哦是铁背蛟龙转世。第一顶一世哦，这大鹏鸟啊，把这龙拎出来是一个妖精，转去把伊目睭哦吐掉，还变青面。啊，不然这龙转世以后哦，就一直哦要提岳飞性命。原来这签诗有这个典故，嗯。佳丽啊，你最近哦，目睭要注意哦，若是受伤哦，有可能会变青面。小飞已经失去过去一切啊，目睭若是搁看袂着，你讲啥物资格，还想要留伫我身躯边？无认真，我袂当看袂着。
定，我袂当找妹。佳玲，哎呦，你是创啥啦？医生讲你今晚把酒袂当去卡掉。小妹，你别走，你别离开我身躯边好不好？我今晚当然袂离开你的身躯边啊。医生讲哦，你的目睭阁需要做详细检查，才能知影你伤了有偌严重。小妹，你敢会当答应我？伫检查报告出来之前，你莫阁争取见面，慢慢甲伊讲，你已经想起过去一切啊。小丽，我求你，阁我一段时间，面对所来的打击。趁全亲戚过了后，发现我根本就无识识伊，把伊放袂记，伊心内有偌尔痛苦啊！我感觉足对不起伊，我即摆真正足想要敲电话甲伊讲，我拢想起来啊，我知影我上爱的人是伊。我知影这一切拢是我唔对。我无应该冤枉你，你还可以爱我。啊，不过即摆我真正都需要你。即摆袂当哭啦，你即摆袂当哭。我就是无法度控制啊！第三句我无法度控制，我对你也会同款。我当初，佮当初郑俊死啊，所以我想要保护你，想要保护你爸倒来的囡仔，我安尼就是对，一定唔对啊！你较冷静嘞。好啊，无代志啊，我答应你，伫检查结果出来之前。我一直陪在你的身躯边，我袂甲郑群讲，我拢想起来小妹，多谢你，欢迎答应我。你家庭一年还好，多休困就好啊。你放心，我袂离开，你先把手放开好不好？小飞，我做小的代志，该当是卖让阮妈知影。你情形这么严重，无讲敢会用的？我得靠我哩陪伫我身躯边，我目睭。明仔载就会好起来。佳玲，我知影这段时间你对阮母阿囝付出足多，不过小妹，我知影你想要讲啥，我即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郑全辛苦被偷得来，所以我妈已经受了报应啊。你慢来讲啊！我相信当初你若是知影郑群还佫活嘞，你绝对袂安尼做诶。你会讲你是冠廷爸爸，还是因为你想要报复我佮冠廷？讲起来，咱都是好命运冲叠啦。之前是我毋知影珍惜你，安尼反背你、伤害你，互你失去对我的感情。我到即摆才知影，金钱还够款式，根本就不重要。只有你陪在我身躯边，我才会当感觉到幸福。小妹，我爱你，我嘛对不起你。我真正感谢你。
老子啊，吃早顿啊。哇，这往你这儿。哦，捡到了。是，透早你无正经。是你透早就讲戆话，那不是我做的戆戆是天顶落来哦。看起来阁袂歹。当然袂歹啊。喂，拜托诶，阮家是做餐厅诶，我自细伫厝内斗相共，啊，我阁有伫阮爸诶餐厅食过头路，做这哦一道菜，对来讲是小 case， 无算啥。你哦，谦卑，谦卑再谦卑啦，希望咱诶囡仔阁真着力。真着安怎？我这叫做自信，良好的基因，我一定要传统，我的囡仔。你。哦，你阿婆，你一透早就咧搭水果，看起来感情真好哦。妈，坐咧吃早餐啦，我去叫家人来吃。妹，伊两个阿婆一起床哦，就出门啊啦。啥？出门啊？嗯。阿爸讲一声，害我传汉一个早顿，够偷嘴。不要紧啦，啊，你若加吃寡，你今毛一人吃两人补啦。来，坐啦，坐咧吃饭吼。吃起来阁袂歹，当然袂歹啊！我这哦是白苏米其林的水准，有假装。我是吼有才调，才加大声啦。啊你，你干嘛做早顿？哼，你当然，伫国外时阵哦，我常常做好。甲我大社会室友食，为滴以后哦，我就做早顿互恁食。你要怎样？上面叫做真正的米其林料理。米其林料理，阿哥拍谁哈？我这是米其林三星的水准。这里别当家。想做？这是豆腐乳炒高丽菜，豆腐乳太咸啊，孕妇容易水肿，而且这是加工的物件，内底有防腐剂跟亚硝酸盐，对囡仔无好。下面时阵变成营养师啊？这嘛袂严谨。想做？医疗期刊冇研究，那是孕妇常常吃这高面筋的食物哦，囡仔糖尿病的几率会大大上升，卡控制者。啊，这嘛袂当吃，黑嘛袂当吃，我下面也当吃。你哦，来，小姐。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胡萝卜素，对身体较好。文章啊，想袂到你对家臣啊，佮有囡仔遮尔啊关心哦。啊，那呢，你今仔日哦，会当陪家臣去上迄个妈妈瑜伽课啊？妈，啥物是妈妈瑜伽？啊，就进前阮真有心的时阵啊，拢会上一寡的孕妇课程呐。啊，我就看家纯哦，伫咧厝无聊啊，啊就想要去外口做工课啦。啊，就替伊报名去上迄个瑜伽课程啦，啊，较有代志做啦。家纯啊，啊你即摆想要安怎？感觉真好啊，我真爱迄个瑜伽老师呢，人啊足温柔的，啊解说吼嘛足详细，而且哦，佫足了解阮做妈妈的心情。安尼哦。那是讲，那老师不是讲啊，哎，爸爸不会做位上课。对啦。啊，不过文章哦，一定足无用的，我紧我家己去就好。啊，你哪会用的啦？啊，之前拢你一个人去的啊。哎，文章啊，啊，你那个 case 不是已经无用煞？啊，你最近应该真有用啊。啊，来，你今仔日哦，陪那个家纯做位上课。妈。啊，我唔是干阿一个 case 尔，我阁其他工课无用啊。为着囡仔好，囡仔较重要。好，为着囡仔好，我去。安尼就对啦。来，紧张哦。
是要给囡仔食的，早就出门要创啥？这是要给瑜伽老师的啦，阿英到囡仔给伊多多好啊。这里面有完整的高成长营养配方，会当给囡仔骨骼均匀发育。我妈哦，近期冇买这给厝边的囡仔食。那呢，以后带囡仔买当食这啊？这是一定爱啊！教授，你稍等一下哦。妈，你要创啥？我刚刚在爱听。可你问你妈啊？我妈，我干嘛？教授呐，今嘛吼，外口开始冷来来的，莫感冒的吼，这个摸起来吼。大家妈，嗯。好脏啊！哎。好了，睡觉。我来去啊！好，今天上课哈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你哈。好。不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哎，打开哦！哎，没办法。哎，瑜伽老师来。哎，你怎么搞公老师是查甫呀？够重要。老师。哎，嘉纯。在上你。阿平在上课时阵，都有听你讲恁大姨奶的代志，所以上你坐。哦，嘉纯，多谢你，你这样就有心哎。无啦。So sweet。说俗语啊，嘉纯，这位是你先生？是啊，是我先生，今天不要来上课。两日袂使啊，我已经上过啊节课啊，你今嘛才想讲来陪太太上课，你咧足无智力的呢。老师，伊工课较无闲啦。爸爸陪妈妈来上孕妇瑜伽，会使帮助妈妈顺产。可以使舒缓孕期的不爽快，增加阿爱宝的感情甲信任，好处足多呢。千万袂使摕工课当作是借口。好了，以后我会得要来了。哎，对啊啦，老先生。哎，我是李。啊，李先生，嘉纯真正是一个足好的学生，大概上课，伊拢个动作做个足标准的。我相信伊一定是一个好妈妈，你会好过个疼惜。那是当然啦。好啦，那呢，咱开始上课。哎，老师，你是要创啥？啊，我们暖身啊，之前你都不来上课，我拢是跟嘉纯两个人一组做示范的。今麦我伫个，你讲，我做。妈妈双手放在胸前，慢慢往上延伸。爸爸扶好妈妈的腰，右脚慢慢的举起来，吸气，吐气，慢慢放下。哎，李文章，啊，你拄只是安怎反应这么大？原来进前我无来的时阵，你拢甲老师两个人咧示范孕妇瑜伽，我过来对你教额落。拜托，老师甲我额落是因为我足认真，动作足标准，想较倒去。妈妈盘腿坐，爸爸陈桂枝。妈妈把双手慢慢抬起来，爸爸握住妈妈的双臂，让妈妈慢慢的往后躺在瑜伽枕上。
操！你先躺下。一时抛洒情夫。是的，我们调帮子上吊哩，好哟。小准，阿喜欢你这么大只啊？这老先生啊，那袂使啦，这刚才动作你做袂好势。你到底是讲啥话啊？我说你，不是老先生，伊是李太太，你知阿无啊？老师拍谁啊？我怀孕，阿姨内分泌失调，我该沟通起啊。林长，你去创啥啦？啊，老师只不过讲唔到你的事，你到底怎这样生气啊？当然生气啊！老神是老神是，算是老神是啊，这老是你啊，目睭内原来有你刘家春尔。啊，你想就知哟，老师你嘛真正常啊，啊，之前拢是我一个人来这上课，老师当然嘛敢来会约我啊。我不管了，威迪哦，我看伊袂顺眼，后盖换女老师上课。哎，这种莫名其妙的呢，你。呀，李文章，你刚是咧吃醋？是讲啥？安怎？怀孕智商退化？我会甲这款人吃醋？切，笑死啊！这款人安怎？咱瑜伽老师啊，个性温柔个体贴，做瑜伽个真厉害。我厉害，我即个会丢。李文章，好啦，辉弟哦，后盖我替女老师上课了。师妹讲这啊，继续上课，真不懂他。我念给你听，洪生医院住院餐争夺战，大股东出澳波。你说呀，洪生医院因住院餐引发的医疗纠纷，有民众爆料，此事疑为股东潘大庆为了自家天心楼利益而使出的不当的手段，想以此逼退原承包商九峰餐厅。事发之后，潘大庆不得不退出洪生医院。蔡部长，今天公司的股价安怎？爸，别问啊，我已经查到了，咱新中集团的股价已经跌停板，搁一日人抢咧卖。我即摆已经把鸿生的股份都恁交出去啊，是啥个找你借的？这别问啊，一定是曾成功。除了伊哦，无别人啊！你嘛认为是伊？伊靠势有罗俊白阿杰做伊靠山，三番两次甲你作对，这条消息哦，百分之一千哦，是伊放出去的。无得靠，搁摕什么好处？这件代志若我查出来，是罗俊甲郑成功因两个人比的吧？我绝对袂放伊耍。无唔对，因肯炸弹过来，那弹手榴弹倒去，死狗看啥物人较厉害。我连笑呀，我找你足久啊呢，代志满啦。我即马刚办着，代志咧讲，是啥物明仔代志，明天再讲哦。甲明仔无关系啦，是真苦，失落哦，迄个案件啦。出事小康哦，雄雄换口囝仔啦。讲你假是哦，引起火灾，消失黄秀鹏的真是凶手啦。听讲阿你哦，教人说明啊。我已经给小康这么多好处啊，你哪讲话无算话啦？爸，这别安怎？目前只有配合警方啊。啊，你出去，我来处理的。
代志拢是你惹出来，今仔公司的形象拢安尼，互你赔了了啊！你安怎，搁去用聋哑？我连洪胜宇的股都交出去啊！你是不到底是爱我安怎做？哈？我袂当强乖啊！我绝对袂当强乖，我袂当强乖。哎，爸，这件代志你袂当我全怪我。我迄个时阵有甲你哭哭，叫你莫去对付高宇飞，你无要听我的话咧？你是怎么会听我的话咧？你起码是你讲啥？你讲啥？啊，爸，我唔对啊，你是我讲唔对话，你莫生气。你一定有帮我救啊，对不对？你有帮我救吗？你一定救我，你救我啊！你敢走啦？出去！别让我插门！爸，你这摆想我救我哦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救我哦！出去！我唔知道要讲啥，陈公啊，我代天华姐，甲你回真正实的。阿姑，你莫安尼讲啦。虽然哦，我感觉就唔甘的，阿姑缘分真大，该离开就先离开啊。我对总经理哦，无任何怨言，我顶多就感谢伊的。那是因为恁啊，这些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我嘛用尽阿弟啦。只是无法度阁继续跟恁斗相共啊，我只个感觉就歹势。哎呦，是有啥物好歹势啦？咱大家做伙这么久，阮早就把你当作是家己人啊。你敢知影？你阿贵姓关来，你就甲郑俊同款，是我的外甥啊。我同款哦，会关心你，祝福你。不过你爱答应我，以后有时间爱常常回来看我，听着无？我知。阿姑啊，其实以后你也是会当伫病院直直看着我，嗯？因为我甲尤生已经开始交往啊。真是哦，真正有你个呢啊！讲实在啦，我就介意有亲戚查某囡仔，以后个性足好个，听到恁两个会当交往，我就欢喜个。而且阿姑希望我会当赶紧听到恁个好消息啊！多谢阿姑。这个郑成功一定是目睭高着拉吧，才会甲徐有清交往。对啦，阿姑，啊你进前哦。拜托我要帮你找查某囝的代志，我差点刷手啊！什么刷手？我进前啊，摕一张相片，伊尤女士大几间疗养院，啊，伊常甲我讲啊，较早尤女士啊，伊颔骨啊会挂一条有爱心的破链，因为形状就特别的，所以啊，伊印象特别深。是啊，你敢知影伊卡手指哦？是我当初要给佩英定情的信物，是我专门叫人来做的。伊一个，我一个，冇可能，因为是你送伊的信物，所以伊才提回来，甲恁早起抱走的人。所以你现在意思是说，那卡手指破裂真有可能现在在我的查某囝身上啊？应该是这样，没错啦。我还想说，在这个世间要找一个人一定很困难的，想不到成功竟然找到线索了。
难呢。陈立功，这报纸未定下，是不是你甲记者讲的？我已经退过啊，你这是要来追杀我？马总裁，你是卖怎样激动好不好？你嘛知影你这摆已经退过啊，你是不是当卖过小康小康，做一个歹代志啊？马总裁，你家己做过什么代志？你家己知知。你害别人，我就准拄煞。你竟然敢当阮洪腾头家后生，我看你真正寸命找死。所以这真正是你甲记者讲的，唔？我唔对，敢做就莫惊别人讲。包括潘伟林进前做迄件代志，今麦法医嘛重新开始咧调查。是你。是我，是我去找当初替潘伟林打罪的迄个厨师，我爱还口供，讲出真正的凶手是啥。额头三笑有生命，这个世间也是有公平正义的，我绝对不可能让恁爸仔继续为非作歹。你是做咩的？你敢想啦？你。算你好运，我修养好，我咧拍中背。好啦，好。你修养好，好甲互人稳中受报，个人挂出去红尘，啊个红星医院，你安怎敢有忌惮？当然冇忌惮，因为总算会当甲你这粒毒瘤啊，胃病也毒掉啊，这是我做过上吊的代志。马总裁。你若阁继续白来，我就把车保全给你赶出去啊！陈刚，你是咧看啥？啊！总裁，你跟我行一下。你有这张相片啊？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拄啊魏成功辛苦顶拿落来的。阿英讲啊，相片内底这个人是院长以前的女朋友，手抱的迄个啊是伊的查某囝。佩英既然是吴志成进行的女朋友，总裁，敢讲你嘛是识这个人啊？我你家在，不扫着红台尾。小姐。啊，陈公，你是莫变鬼哦？这是我的。啊，这，今麦敢讲拢流行安尼？你赌哦，替我搬进去内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贵子哦。好，感谢哦。好，喂。爸。啊，你一透早就来诊所遮无闲，先休困一下啦。哦，有影啦。透早无闲到即马啦，感觉淡薄仔忝啦。那安尼哦，你都更加爱啉茶啊。这啥？这是郑群买来送来的啦。阿姨讲哦，最近天气变化较大，大家啉一包这高丽参精哦，会当提升身体的防护力。哦，哼，是讲郑群这个囡仔，有遐真友好诶，三不五时啊，就想着我这个老诶。所以咱更加顾好家己的身体啊，安尼才袂让事事操烦。嗯，来。好。也袂歹呢，饮落去呢，精神都好真多呢。吼，过来无用。爸，你嘛是，那也亲像一个工作扛甲款啦。才休困无几啊分钟，就要搁开始无用啊。那有法度啦，
厝边隔壁，逐天来催，逐天来问啦，问讲我当时要开业啦。我若无看紧点吼，这耳光要哪安静啦？像叫你的名声这么好，大家拢足期待啊。你说，刘斌。志良，你过来斗三工啊？哦，才去我家人遐，甲客户拍球啦，拍了我就想讲来遮斗三工。哦，志良啊，你真是吼，为了我这间诊所安尼出钱出力，我应该办一个百变给你才用。不通哦，贵叔，我就是无咧像你安尼哦，服务众生，唔只做一些出钱出来的工作尔，你百变哦，你该了来。哦。恁两个人哦，拢唔免客气，一人一地。哦。啊，你的哦，就写出钱出来；啊，你的就写服务众生，安尼明白吼？秋霞，没创意。你哪安尼搞吐槽？我是为着要配合你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志良。啊，正确身体安怎啊？啊，顶个意外。有啥物后遗症无？哦，志成啊，拢有替你追踪啊，目前无啥物问题。我看伊哦，精神袂歹，后早我带来遮做工、拉运动啊，对伊较有帮助。哦，赞。你莫考到我的好心哦，你一个爸爸想过赞你。哦，哎，遮老嘞。哦，还有我。志良，搁拄着你啊。阿文，真正人甲我讲好哦，你千万唔通去三八，讲一句话无哟。知啦，你搁提你个卢平代志来讲正常嘞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今日来有一个足重要代志要宣布。听好哦。我江慧君，即马是恁的厝头家。这哪有可能啊？那也无可能啊！啊，我顶个来遮，我就感觉讲这主子足熟个，我就爱当伊兵家地客。才知影讲哦，三台当初甲这件事收购，要发展迄高分爱卡啊！我才爱甲拜托啊，讲这件事敢毋得登记我的名？啊，尾啊公司出代志啊，啊，因为这件事是我的名，所以就无迄债权收起。唔对，我签名的迄个人叫做柯太太。哦，啊，这柯太太哦，本来是甲我租的啦，伊算是二房东啦。啊，不过我甲伊合约哦要到期啊啦，我有请律师讲我要甲厝收倒来，所以我呢，即马就是你的新房东，以后有些问题你找我就好啦。这，慧君，啊，你雄雄走来遮甲我讲这件代志，你敢是看我诊所开始在装潢，你都想要起价啊？吼，你还遮巧？江慧君，你咧讲啥啊？以情以理哦，你拢袂当凊彩黑白起价啦，安尼对于如萍甲柯律师不公平。啊对啊，不你即摆是安怎？是要为坏巫婆变作坏房东是哦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若真是安尼做吼，后摆就拍平面来找我，无互你食吼，落山以后我跟你讲。我说你医生安尼无道德啦！哎呀，你莫遮尔紧张啦，我拄仔是想要讲哦，我有安尼想啦。不过我无要安尼做，你紧张啥吼？我知恁即摆做这哦是咧回馈社会啦。我嘛想要替阮三太哦，甲阮陈浩哦，啊积一寡阴德啊，所以哦租金同款，咱找一个时间啊合约改改。安尼嘛差不多。安尼，贵叔，我即摆敢会当改名做好房东？留校查看。找个派出所。哈哈哈！哈，派出所孟姐哦，这需要被坑奶哦。你好，你好。哦。哦，你三人这么有默契哦。感情真好。哎，我参一话啦，阮陈浩甲思思哦，大家拢在忙公司的代志，我根本就秀无。好，秀无。秋天到了。啊。搞超完。外婆，我跟你讲哈，根据医学研究哈，秋天到的时阵哈，身心病犯病的机会较高，你要家己要注意。你呸！什么身心病？你唔叫身心病？我只是感觉什么生活哦，想个笑，应该哦加一寡乐趣啦。啊，像是我少年人啊，好因三不五时就去夜店啊、狂欢啊、啊吹气去啊，那生活唔就较无感觉。你以为袂少啊？你较港班的呢？谁跟你港班？你大我一辈啊！哦，嘿，卢平啊，啊，你自少年到今嘛，拢一直是迄乖乖牌啊，你一定捌去夜店耍过对无？
啊，无咱今仔日两个乌巴桑哦，来去夜店来狂欢一下。哦，迄少年人哦，啊，揣间夜店啊，好啊，耍一下，来一撮呢回春之旅。你讲回春之旅啊？哎，阿婆，我问你，你哪样带阮如萍去了所在？哦，鬼叔，你莫这么古板哦！什么叫做迄款所在？我知啦，咱少年时阵哦，拢感觉讲迄人、迄查某人去夜店，迄都阁歹查甫。也毋过即摆时代无同款啦，夜店迄款所在哦，小庆尔。哎，我不管啦，非得哦，你莫搞阮如萍带歹啦，伊袂跟你去啦。相公诶，我之前常常听陈浩讲，伊去夜店佚佗足好耍诶啊，我嘛从来毋捌去过，我嘛想要去看卖。不。如萍啊，所在足危险的啦，无需要去看啦。鬼叔，你免紧张啦。较早我伫美国时阵嘛，常常去夜店哦，啉一寡酒消遣者，真正无遮尔严重啦。而且如萍少年时阵啊，嘛最爱世界咧拍拍照，你着体验一下啊。好。我。爸，你唔免烦恼啊，我唔是一个人去，我有贵君陪我。就是有坏巫婆陪你去，我才会烦恼啊！嘿，鬼叔啊，你才讲安尼哈，好歹我嘛是见过世面的人呢，我一定是如萍上好的保镖。是啊，爸，你莫讲遐老古板，一直阻挡我啦。我拢几岁的人啊，要出去佚佗，甲爸爸同意，你讲出去会互人笑呢。我，啊，好啦，你若想要去，你就去啦。但是我甲你警告哦，唔好啉迄落别人请你的饮料啦。啊，别人阵若是要问你电话，卖给伊。啊，搁有，唔通啉酒，袂去想我转来，知无？啊，无是要啉啥？啉水啊！啊？哦，你嘛个拜托的柯医师啊，你放心啦。人家夜店内面咧捡尸哦，嘛去捡迄种安尼幼气的辣妹有无？啊，惨像阮种老妹妹，啥物事？你不一定啊，每一个人敢讲无同啊。那三台，就敢带你啊，搁讲。喂，好啦，开始啊，你别紧张啦，我哩就和两个出去佚佗一下，无紧啦。到时阵哦，我去吃面顿来，我先留两碗，一定好好报应。好。好啦。好啦，如萍，哪里有你今天的上少年哦，上水的衫提出来穿？我无啥通钱去夜店啦，无你借啊。好啦，身材是差不多，但食较无咁快。江慧君啊，你是？江生起来。成功。玉信，阿班啊。改天忙哦。这啦。对，哇，你还袂歹哦。老师讲，你较早是不是伫按摩店上班过？哦，拜托诶，我较早我是按摩校队呢。哈？我是专工为着你好诶啦。对啦，你应该不多枵啊。那你暗顿你想要食啥？回转寿司。哦，想要到咱的烤面后头来录休闲啊？食饱了，来去看电影好不好？好啊。我想要看恐怖片。干嘛学我啊？你这学人精嘞！我是讲嘛，我紧啦。你都已经是我女朋友啊，两个人有默契哦，那是当然的啊。是我的男朋友真厉害耶，知我咧想啥？对啦，啊你都甲你妈讲，已经开始讲话。哎，袂啦，我真想要甲伊讲，啊，不过无迄个勇气。哎呀，小心。你即摆用你的倒手，你握你倒手边的耳孔，握紧去。准备好啊！来啊 5, 6, 7, 8 后日波头前是什么
退一步，敢命有勇气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放弃。真正的爱就是你，副歌来了。I love you so, I love you baby， 你就是我爱的勇气。I love you so, I love you baby， 幸福一直拢在身边。这款，在我手里后，你吼感觉加较有勇气啊！有，真系就感动诶，加较有勇气啊！阿母哥，我想到阮妈，我就……哎呦，麻烦你啦，我找时间哦，去拜访你妈，拜托伊哦，她以后能教我。中年两人的关系，将话饮看详细，才知爱你万千。要恋你的滴滴找啊找，想你到老也袂变。